你是何人？胆敢闯我仙灵岛？快说，否则我定不饶你。仙女莫怪，我婶婶得了重病，听说岛上有仙药能医治百病，贸然打扰仙女清修，还请恕罪。 仙女，看在我婶婶命在旦夕的份上，还请赐药。不行，那药是我师父的遗物，不可随便与人的。仙女，救救我婶婶！我婶婶还在等我回去呢。如果我没拿到药，怎么办？